过任何蛛丝马迹。北冥究竟何时才能修成正果？难道我修炼不成就必须龟缩在这儿啊？主人，戒骄戒躁，宽心则成。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小心啊，还有文绉绉的时候。不过主人，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呢？你看这座主院因为禁制，即便院外是无尽的涛浪，凶险异常，院内却不受丝毫影响，风平浪静。兰叔一行人能在这世外桃源清修，一定也不是等闲之辈。既然有这样的机缘，在炼成北冥与小黑会合前，这里就是最好的落脚点。俺从来没住过竹屋，师尊说是为了让俺在外磨练心性，你一来就受到优待，俺不服。再说俺明明实力就在你之上，师尊还非让俺叫你大哥，凭什么？除非你胜了俺，俺才认你做大哥。是个有趣的直性子，我先占个便宜，你这个兄弟我认了。俺可不会安慰你啊。你要是被打哭了，我这个做大哥的一定会安慰你。速度还挺快的，不过只会躲可赢不了。这琴声似乎很疼吧？再使点劲儿啊！防御力实在太恐怖了。
真本事了。在这个谷内，俺就是无敌的。还真是玄妙啊，就算是无敌的猴子也说什么天天换后腿，要你这棍子有何用。灵儿姐姐不带这么玩的呀，俺听出来你借着琴声提点流星了。师尊也是破棍子总失灵，还非得让俺自己悟，俺悟不出来。哎呀，这回不算，下次再来，直到俺认你这个大哥。哎呦，丽儿姐姐救命呀。啊，流星先生，流星先生，流星先生总盯着我看，难道我脸上有什么？我只是惊讶，丽儿姑娘释放的青色能量，竟对伤势有如此奇效。这是我族的独门秘技，不足为外人的。不过，疗伤效果确实非常好。如此善良的姑娘，绝不会是因为觊觎流星泪才救我的。哎呦，看得个真入迷呀、啊！喂，上回你还没打赢俺呢。唉，真是阴魂不散啊！喂，哎，胆小鬼，你事都不敢！哼！你呀！喂，还给你。这回放低要求，只要追上俺，俺就服你。休想跑！
儿姑娘，我绝非有意闯入，如有冒犯，我愿受任何惩罚。我的衣服呢？都是侯妃在捣鬼。你先穿我的，我替你把衣服找回来。刘星，兰叔，你怎么这副模样？这，啊，我近日修炼不得要领，这才想赤裸上身，更好的汇聚天地万物之灵气。谢谢你的衣裳。兰叔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屋修炼了。啊。刘星，我提醒你，你可千万别对丽儿抱有什么希望，最好别喜欢上她，否则。修炼北冥也并非一朝一夕，等明日再尝试吧。
我这里突围。大哥，自从我们那日遭遇两条水蟒之后，追捕我的修妖者数量激增。他们如此大动干戈，一定与我那日杀了一条水蟒有关。那就说得通了，他们大举搜捕我，肯定是想利用我来诱捕你。看来外头情况很复杂，还是得做足准备，以备万全。大哥无需多虑，我修习秘术后早已脱胎换骨，如今对付元婴前期是轻而易举。随我一同出谷吧，我们联手足以应付元婴中期。赤血洞府内没几个超过元婴中期的妖兽，我们只要小心点。不着急，等我先练好北冥吧，只要假以时日。金丹后期的杂毛鸟有点意思，快和我比试下。又来了。嘿嘿嘿嘿嘿始终不得要领，迟迟无法练成。好在有丽儿姑娘的琴声时时宽慰，让我放松不少。多谢丽儿姑娘先前为我兄弟打开禁制，多有打扰，我继续练功去了。大哥，我要走了。啊？为什么这么突然？这里太过安逸，不适合我修炼。小黑，不要鲁莽。古外危机四伏，等我。等你练好北冥吗？我在的这几日，你没有一丝进展。你扪心自问，留在这里，真的是为了修炼北冥吗？你还记得离开乾隆大陆时你对我说过的话吗？大哥，后会有期。
这个给你。哦，小鸟。小黑，我们走。大哥，我们一起联手对付他。什么？竟然与妖兽为伍？实力果然不错，但未必是我兄弟二人的对手。谁也挡不了我一场百年夙愿。真界的凶险，岂是你这沉不住气的心性能应付得来的？流星大哥，你倒是帮俺说两句啊！在下流星，这是我兄弟侯费。不管什么情况，我都不能。